天梦也来了，风力尤米琳李斯坤 Audrey Fanny Tan Joyce Lin Chong 佳佳也来了赵丽洛尤米琳也是阿姨坐下来呀，棒棒哟艾琳娜尤苏红尤米琳艾琳娜查理琼谢谢分享，爱你们。OK， 想要运动的朋友什么？准备水，准备 towel， 然后穿上你们的 sport shoe。OK， 来打卡，很好，苏红、周一娟，晚上好，五兰六 ，Hello， Amy Teo， 普威 ，Hello， Carrie Lim， I am Amy 关的鼓，准备好了吗？唐雅芬分享了，哇，真的很棒，里边说看到你们真是开心。然后是新欢迎朋友，红红红爆爆，我们今天是红爆爆红当当的组合。康恩呐，阿比记得我们要公开分享啊！可以的话，去一些喜欢你觉得他们会喜欢运动的群主们，把这个好的东西可以传给大家，因为运动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啊东西来的，所以值得你们为大家分享哈。艾米分享了，雪莉也分享，王优妹来了，嗨，雪莉 ，so nice to meet again on Friday， 耶、yeah! ，很难得哈 ，CY 妹 and Chow， 你看我们今天做运动非常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就是拜六，所以我们今天做运动甩了脂肪过后，哦，明天可以好好睡一觉，因为不必做工，对不对 ？Olivia Su 秀玲分享，好哦，我们已经进入八点钟了，八点钟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运动。让我来介绍今天的歌曲，你们的手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还是一样没有停止过分享再分享的。 OK， 你看我这个平台就是这么棒，为什么我没有送你们东西，但是你们一样跟我分享，证明了什么？你们对我的支持，你们对我的忠心，所以我真的很爱很爱很爱你们。好，好，现在让我开始介绍今天的歌曲先啦，非常棒棒哦。其实呢，现在我有尝试，为什么有的人会好奇讲，哎，中文老师会跑去别的平台做运动？其实呢，我也是在学习，在进步着，所以我需要的不是你们，只是我在这个平台你们才支持我，而是我不管我立立住我的节奏，你会接受这个平台。走到哪里都好，我相信你们爱我，一定会跟着我一步一步的走出，让这个平台越来越多人一起加入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今天歌曲啊，第一首歌我选择非常好听，一首歌叫做《光亮的童话》。童话 ，OK， 我们用扭花，我们来甩甩甩甩出一些这神仙。然后第二首歌呢，我还是选为那天有播的一个小苹果，我们来玩心跳，甩你的肚子好不好？第三首歌马上进入你的答案，我们用 basketball， 知道吗？我这边很多很喜欢玩 basketball， 所以第三首歌我的答案我们用 basketball 来进行。Are you ready? Here we go， 三首歌不停。
苹果。哎呦喂 ！Now let's begin. I have two brothers, Sherlock, the pen.Bye.
15. Are you ready? Apa yang membuatkan suara anda ekstra puas? Oh,
期呀、啊、，Never Sleep， 大家都好棒哈！篮球无双嘿，你的最爱，我说他德玉 ，Annie Pong， 潘云灿，于凡太太太棒了 ，Coco Hong， Carol， 姚苏红 ，K N Jenny， 他谢谢分享，继续再来出去。这个品牌是什么？我的节奏你会接受，不管你是男女高矮肥瘦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来掌握我这个平台的运动手势脚步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最重要，在这个平台除了运动还可以进来听歌，这个是最棒的。好，马上去拿椅子先，今天有椅子，让我们准备椅子。OK， 拿椅子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第五首歌就是马上进入我们的打鼓运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家里刚好有两只东西的话呢，你们就去拿，因为我们家可以比较更有型的玩打鼓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玩一下那个位置先。OK， 如果有新朋友在的话，想跟大家说，椅子呢不可以有轮子啊，一定要 fix 在那个地上的。然后呢，你坐着的时候呢，脚是可以踏地的。过后呢，要挺直，背后挺直，收腹。然后那个最重点的臀部啊，不要坐完再整个椅子，坐一半就好，一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腿部运动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五首歌就是打鼓歌，我们一样坐在椅子打鼓。Imagine 鼓励鼓，上面两粒，下面有三粒，所以我们有三个地方。OK， Are you ready？ 赶快分享出去，给人家看到这个平台的主题多么有趣，谁都会想进来一起参与。我介绍歌，我们的椅子没了，我们换了一位 Mr. Guan 赞助我们，椅子非常漂亮的。OK， 我们今天的椅子舞，我用那个成龙的美丽的神话来玩椅子啊。OK， 过后就是甩你的脚趾房的，所以要缩腿的记得椅子不要放弃啊，五分钟不要放弃。然后呢，第五首歌我们打鼓我用什么了 ？Beyond 的公开水里，我们变 Beyond 啊，你看一个、两个、四个，我们是 Beyond 团队啊。然后第六首歌呢，我就选择了我相信。所以连续三首歌不停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李丽珠为你们安排的所有的东西运动，加油！坚持啊！
Thank you.
Thank you.
要 back to normal 才可以喝水。 很想靠点昆虫，宝贝跟Sammy打卡先拿，但是你跳重播就很容易有的，贝贝爽。请问直播没有啊？不是每个星期三晚上8点，今天是我加场了。Anders Paul，老师两位助手没你瘦了很多，对的，要比吗？要跟老师一样瘦了，对不对？ 脚费，打鼓应该是手费，刚才的脚步那个椅子才是脚费，肯定的，爱死我们了，啊，我姐姐是敲响比较敲响啦，你知道啊，一点点那个是我姐姐，今晚真棒哈，心爱的一个智爽，很好很好，继续留言，我喜欢看你们的留言啊，继续。 第七、第八、第九首歌，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嘞？Hi Coco，Alice， 萌萌 A， 三首歌都超棒哦。Candy Dan， 今天一起直播，请到很好，爱你。<笑>好，我介绍给他。好。OK， 今天的呢，第七首歌我选择了，我相信，我们就用。 踮脚处的方式来玩，我相信，OK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第七首歌，哎，啊，不是，第八首歌，我选择了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接下来第九首歌，我就选择了拥抱你离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妹妹，我相信我们是玩快乐的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我们才玩踮脚的，然后就到 step park， 拥抱你离去，三首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一定要喜欢，知道吗？棒棒哦！哎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阶段。<笑> 我相信青春会有你并肩，在日落的海边，每个都是那些东西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a new app.
好，小汉，拜拜，跟奶陪一个奶啊！爸爸没有的，我只是星期一、星期三。